大家好，我是小露西。这年也过了，该吃的也吃的，是该喝的也喝完了，明天也正式上班了，一切又井然有序了。咱说不能还有人存着水呢吧，啊，还没还完，过年之前那肝体重都多少啊，这过完年咋都胖头肿脸了呢，上不来气了，夜不能寐了，呼噜呼噜咳咔全是痰了。这年过的咱不知道别的啊、哦、这小甜水你们是没少往里囤吧，再有那过年干果都没少搂吧，啊，今天之前都能宽慰自己过年了，吃点喝点问题不大。那今天往后算全是后悔，往秤上一站，哎我靠，少喝点好了，那顿饭都不吃就好了。一化验，哎呀，就吃真实的，这真少吃点真的就好了。我就不应该嗑瓜子，瓜子我一口都不碰就，哎呀，这不嗑就好了。可能就是开心果吃多了，就是开心果吃多了。马上自己找到各种原因，但是这正常啊，兄弟们，每一年的年后啊全这个熊样，那不是喝多了那就是吃多了，所以说明天开始咱也就完事儿了，家里面的吃食能该控制控制了，你可别来那往嘴里继续灌了，下周开始透气的时候开始全部往回找了，降临的是降临，是找水的是找水，这咱说实话，那开始是 CRT 也开始排队了，假痛也开始轮不上了啊！那体内这全是多余的玩意儿，就这张嘴你，哎呀！但是哥们儿好在哪呢？就说今年过年，咱这供职，咱说哦吼，我好像存两公斤，哦吼，存两公斤，我今天礼拜六，存两公斤，这两天可他妈咋过呀？好好控制，兄弟们，再见。存两公斤咋办呢？